天使向人报佳音，满天的星斗照亮了黑夜，活力横的野地点点火光，把大地点缀得更沉静宁静和安详。成对的羊群安静无声，牧羊人按着根刺在看守着他们。忽然有主的荣光四面照着牧羊人，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。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裹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牧羊人好兴奋好高兴，彼此争先地说，我们快到伯利恒去看个究竟吧。他们急忙地奔向伯利恒城，他们寻见了约瑟、玛利亚，还有圣婴孩耶稣躺卧在马槽里。牧羊人就俯伏敬拜，因为这一切景象正如天使向他